昨晚呢就我哋铺头最后一日，做咗10年啦。哈利多利，做咩唔开心啊？铺头冇做啦，依家好乖啊！我今朝咧睇到段片系关于咧一个人揽住只狗，外国人嚟噶。咁我心谂，咦，点解佢可以揽只狗揽到咁样嘅？但系多利又唔肯嘅喎。我而家试下揽下，咁样揽下我只狗。看看他俾唔俾我攬先。啊！你俾我佢都。佢唔肯啊佢。佢唔肯俾人抱。過嚟先啦。你一個嚟啊，多利，攬下先，攬下先。我懷疑咧，多利咧細個咧係俾人打大嘅，係由我老豆養，因為我老豆唔識點樣錫人，唔識點樣攬人啊嘛，所以佢亦都唔會攬狗，即係中國人同外國人嘅分別啊。但係多利平時咧就會開工嘅，但係咧今日咧佢就。即係呢度閂咗門就自然冇公開啦，即係冇得睇鋪啦，所以咧成日咧就勾喺屋企，唔知做乜嘢咁，係咪好悶啊你？嚇，係咪好悶啊？我哋出唔出去食飯啊？係啊，好鬼肥啊你！係啊，我哋出街啊！係啊，多利，多利。因為我們知道，這天終究會來到。所以不计较，只要彼此可以活着。啊，唔知一阵多利睇到铺头闩咗门嘅话，会有啲咩反应咧？是你，当我哭时也是你，在我的身边，让我尝到有被爱的感觉。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掉，虽然那滋味。慢慢的淡掉，计划我们见面算不算最后一遍，但自己不流眼泪。哦、oh, 我们在散步，我们在谈哭，心里着预估，谁要说出口，谁要当凶手，你还是我。我们的全部，所有的全部，只有在一步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拥有，得到自由。 So 请你不要 cry like this is a surprise, cause 哭出来 only make things 更难挨，我的爱并没有改，是时间作怪。 Boy you know that right。你把你眼泪擦干，陪你把你脚踩沙滩。喂，婵姐，哇，食饭啦，开饭啦，喂。喂，老豆，两个一齐落晒嚟啊！你哋。唔落嚟冇嘢做，點啊？今日生意點啊？老豆慢慢嚟啊！Thank you for your greatness, absolutely won't forget。雖然那